小朋友喜欢吗？叔叔车里还有好多哦，送你一个。哎呦，撞死我啦！我车都没动啊，你别想咬人。你撞我，你还有理啦？要么送我去医院，要么我们报警等警察来。你不就是要钱吗？给你1000块行不行？我也不要你的钱。哎呀，这样吧，你送我去医院吧。哎，儿子。